咁啊，頭先同大家宣布咗咧，就係四首入選我哋第二季十大勁歌金曲嘅歌啦。咁啊，呢個時候應該係輪到第五首。今次信封咧，究竟呢度究竟喺邊位咧？喺度。你哋冇理由咁快穿咗我哋煲啊！雖然就企咗喺度，我哋都要循例睇睇後邊嗰個熒光幕。 係 Danny Chan 陳百強，得獎嗰個心愛著你。名字就係林敏聰，監製就係黃關豪。Danny，Hello Manny。Hello，你未出嚟之前已經周圍好多人嗌緊Danny仔啦，心情點啊？Danny，我有樣嘢先要同你講先。我記得上年咧，就我同余生做嘢嗰陣時咧，我又着件白色嘅袍，佢就話似醫生，但係你呢件肯定唔似啊。 有型好多，有型好多。不過咧就阿Danny啊，我知道咧喺年頭嘅時候咧，又開咗個演唱會啦。咁會唔會一下半年有開個演唱會咧？點可以開到問咧？係啊，Danny有一樣嘢真係要講啦。你開咗演唱會啦，但係我就發覺你開完演唱會之後咧，好多時見到你都係。 好似好 low key 咁樣，譬如去睇新秀歌唱大賽，你又坐到好後啊，或者有時我會見到你去聽 concert 一個人行路，咁緊你係準備緊啲嘢啊，因為係唔開心啊，又係點樣咧？我哋都好想知。哦，我自己一路都係喺度籌備緊下一個演唱會啦，因為而家即係演唱會係好大好大嘅挑戰，要需要好多時間。 同埋好多新歌同舊歌嘅堆砌，就變咗我好少出現喺公眾場合啦。咁可能比較同大家少啲見面。其實我自己一路都係好平靜，冇咩特別。真係冇乜特別。唔係，不過我哋都好特別，好多地方都好特別。點解咧？點解咁講咧 ，Ken？佢有啲似我一樣咁優雅。係咪先咯？ 嗱，唔知呢句係講錯定講啱，即刻俾人推咯。唔係，係好噶，有反應係好事。不過咧，呢個繼續俾啲反應阿Ken好唔好？唔係，應該咧就係要俾翻即刻翻時間俾阿陳百強，因為要搶嘢好得獎。唔係，仲要問多一樣嘢先就係啦。我諗阿 Danny 今次件衫有冇型？雖然我哋都贊成咗係yes噶啦，但係仲要問下餘生，下一次見到佢嘅時候要問一問。嚇，唔使問啦，一定有型。唔係醫生袍啊？唔係，肯定。好啦，有型就有型啦，聽歌緊要。 咁啊，請阿 Danny 周哥準備。心愛着你，陳百強。咁啊，一齊聽下呢一首得獎歌曲，陳百強嘅《心愛着你》。 在这一生里，有过快乐与心碎。你说过爱在我的身边，悄悄看我熟睡。听说你在这刻想我，听说你在记起我。我也记着回刻往事。 也记过你在那儿，时日如飞，今天在我心里，是充满不退的记忆，时日如飞，我似爱在这地，任一天天过去，任一生飘过去，任一切飘去，再没法追。
你说过爱在这一生里有过快乐与心碎，你说过爱在我的身边，悄悄看我熟睡。听说你在这刻想我，